团圆万岁，我是影子。十五人局用守卫，一定要把盾加对，仔细辨别真好人，开局自证找内鬼。OK， 棕绿黄，他要什么？我砍个刀吧，我刚才做那个插钥匙任务了啊。这局有双面人吗？没有的话，大家报身份领任务，好吧？然后我就布置团员，但是这把我可以打陨石的，打算去做我第三个加油。我要去个警长，我这任务还没做呢。蓝城都领了警长，我是侦探，也做了一个任务，正准备去那个氧气舱做那个任务了，结果你这一个卡刀。我刚才正打算去人员训练室记录温度。我把灯修好了，做了一个插钥匙任务，然后我有提点。影子，你给我盾。我给棕色加盾吧，因为棕色不是侦探嘛。蓝城对挑有可能是有一个幻影，所以他们两个我现在谁也信不住。哎，棕色和怎么样？我是不蓝色吗？我在武器库外发现了橙色的尸体啊，然后蓝色就在尸体的旁边啊。你把刀了，那他可能是幻影，那一会儿看提示吧。我小丑，你别打我，你别打我，我只是想当个好小丑人。蓝色跟我走吧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刚才呀、啊，棕色真狠，哎，他咋不修灯呢？刚才那个人。2 hours later， 我觉得那个枣红色嫌疑是最大的，因为电雷烟当时崩灭了，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去了，唯独他往相反方向走。他是想被刀还是想刀人呐？被淘汰，幻影啊！工作室反常啊，那面子他是幻影，这橙色刀的啥呀？这小丑了。Hey, listen. Hold up. Wait a minute. 6 hours later. 两个内鬼，证明刚才警长其实刀的就是内鬼，警长刀就是内鬼。明白了，青色刀了，小丑。谁报告的呀？电视机发现了。尸体怀疑田绿，田绿之前是在那个实验室那个去污室底下。红色死哪儿了？实验室。呵呵，体检不用看了。原来如此。浅绿和浅粉有嫌疑。原因很简单啊，蓝色跟绿色直接排除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。我守卫，粉色打陨石了，铁好人。紫色修的开局灯，卡其色领了任务，还有体检。就剩浅粉、浅绿和白色有嫌疑。然后我看见前粉假装去昆仑去做任务，明了等半天门，结果技术就出来了。绿色说浅绿在系统之内，那不是你们俩还能有谁？